各种小细节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没错。你听到什么声音吗？哥，我刚以为是注音呢。启动。好丑哦，抽象的，你把字挡起来就是哥哥哥。机器人发出哥哥的声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哥活体扫描开始。注册程序开始，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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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我叫海豚豚，是环节市民城市的导览员。哇，有东西在说话耶！欢迎来到环节，请先输入参赛者的资讯。看起来好像是这个设施的系统。总而言之，先听看他要说什么吧。三号，叮铃，姓名已输入完成，感谢您的参加，尊贵的肉圆。好像我会讲的话，他是不是我啊？学我哎、欸，学，没错。评量你的智能与体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问女生的智能跟体？你没有、啊、跟体重一样是不能问的啊！啊，桂软怎么会？我体能跟智能是上限呢、欸、，max 哎、欸、，max。完成的日志越多，机密资料换届日志的存取限制也会逐步解除。换届日志的内容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是禁止公开的。嗯。好的，玉安吗？玉安，嗨嗨，你好。好的，交给我。马卡塞德克大撒伊脚下的装置，传统与革新，千年传统重新感受，换届的黄金地段。我想目前，哎、欸，嗨嗨蛋塔。嗨嗨，蛋塔出来！蛋塔出不来 ，QQ 又被 Q， 蛋塔又出不来了。好，好，用户名称三号，登录程序完成，开始收集并分析活动数据，祝您好运。好的，工具人三号即将出发，我想要逛一下、欸。哎，这个，这个布的反光也很好。这个管子从这，哎，怎么有小蚊子、啊？哎，它这个哇，你看它这个皱褶处有没有？哦，真的是不错。这个冷风会进来，这样会感冒、哦。然后它这个上面写的感觉很像是抖 M 的抖东。哎，不是，它应该不可能写东吧？但看起来真的很像东哎。哦、很可爱呢，免费 哦，免费的最好啦，我最喜欢免费的东西。哇，还会消毒，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们竟然还有顾到这件事情，真的很好哎。是一定要消毒啊！哦，这个可以站着。你说什么？怎样？我说对啊，我说他，而且他跟那个二代 DLC， 就是他会有点小小的不一样。不行。怎么办？那就没办法咯。啊？怎么会？不要贪了啦！哎呦！嗨嗨，无雅。嗨嗨，无雅。他在无雅问说，有没有就是新手金票，有没有推荐换哪几把武器？武器吗？其实也不是没有啦，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会比较像是说，你有没有什么目的？哦，我想要很容易赢，好，这是一个目的，或是我想要打得开开心心，打得开开心心好像就跟很容易赢的意思是一样，就是我觉得跟你的目的需求会不一样，就可以推荐不一样的枪。但是如果你想要，比如说我想要好好学习斯普拉顿三的话，那就又有不一样的玩法了，是不是？阿塔，你的想法是？对，就是我会建议说，如果你二代没有，特别的主武器的话，会建议你就是先拿一开始的武器，然后喂，就是打到就是你可能拿到，就是反正因为它的等级升上去之后，就可以再继续换。然后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用比较。就是前面前期的武器，然后慢慢试，然后试到你想要换的时候再换。OK，Nice， 再七个，赞。嗨，米德。哦，嗨，米德。哼，米德，你是我的吧？是吧？米德，他是我，他才不是。米德，米德你。
你的你，我喜欢米德画的那个。对，我也很喜欢米德画，超好笑的。米德画那个真的太好笑啦，真的太好笑啦，这很赞哎。哇！哎呦，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真的跟你讲，我真的跟你讲，你操作不能太好，你这样子玩家没有共感，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叫共感吗？哦、啊，都给你赢啊，都给你赢啊，不行不行，一定要啊，真的有点难哎、欸，这个鱿鱼圈怎么这么难跳过去啊？哇，真的是有点难度，我觉得这应该已经有大概 S 加5的那个难度了。你在说不要为了他吵架。米德乐在其中，还是画图的人。米德都不站在我这边。对啊，米德才是我的。等下，这个是干嘛？我刚刚一直啊，好可爱啊，太可爱了吧？欸、那你刚刚怎么破的啊？啊，我用走的、啊。哦，怎么了？嗨嗨嗨，娜娜。嗨嗨嗨，娜娜是最可爱的娜娜，最可爱的娜娜。好，玉安说他三代自己升级成那个什么精英手把，好不习惯。自己升级成精英手把啊？那个Xbox 那个吗？对对对对对。哦，会有一点点不习惯了，但是就是，我会觉得精英手把在比较中后排的武器上的表现还会不会蛮好的，会相对来讲比较稳一点，因为它比较重。这个怎么那么可爱啊？这扫地机器人呢、啊？好可爱哦、喔啊！因为你就没有玩过二代，二代也有这个哦、喔。二代有啊。OK 。好可爱的，那他会把我吸进去吗？哎，三可以叫三叉吗 ？XXX 三叉大佬啊，好可爱哦、喔嗯！怎么那么可爱？真的要疯掉！嗨嗨，米安，嗨卢卡斯，嗨嗨卢卡斯，哎、欸，这个好像三代就真的蛮，二代真的就蛮多这种。哦，是哦、喔，哎、欸，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在不必要的地方使用鱿鱼登顶。真的，如果……哎，我刚上面哦，上面也有一个收集，嘿 ，nice nice nice。其实刚刚有一个地方我不懂，你到底在干什么？哎，你说你哪个地方？我一定可以解释。我跟你讲，我的行为全部都是有原因跟理由的。好好，你说，我绝对帮你。好，好好。啊，你在这里刚刚为什么就把那个车子打走之后，你的人就消失，你就人就跳走了？好、哦，好，好，好。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我想要先下去，我怕我 miss 掉什么东西。我想说，我先下去看下面的东西。哦，你懂完的吗？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符合逻辑的。都是有想法，经过思考过后。那你现在上去又是为了什么？因为那边有一个橘色箱子，我刚刚没有发现，所以我现在想要再来打它，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好，好，看来是没有办法。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安保是不是没有打那个英雄模式，所以他不来看我的台？他应该，可是他刚刚有看我。靠呗。叫他小心一点，我已经盯上他了。他现在是在，他就是那个啊，他就是他真的就是那个啊。打哥的，现在打真。这个游戏我真的是这辈子再也不会玩了。然后又再继续打开，再打开的人又是他，再打开一次。他现在是在狂打真格，一定狂打真格啊！谢谢谢谢，收息收息，哎哎，这边没有收息、欸、啊，有啦有啦，咱呢？好好看我的瑞塔去，赞哦阿塔，多咬一点多，哎哎，哎呦，为什么不顺便帮我吃回来？因为他那个本来就不是、哦，本来就不是那个啊。气耶！我才想问你说，你真的是很没有效率耶？啊，我又没效率了，怎么会没有效率？我只有做影片有效率啊，玩游戏不想要有效率啊。我这么快玩完，我就要再买新游戏。当然是玩久一点比较好啊。我看大家已经很多人都玩完了。哈啊，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哎哎，我看到人家破关也是这个画面哎、欸。
太赞了！哦，按 R 炸肉饼，缺几号？哦，那我等下。哦，好，来，我现在这边呢有这个英雄装备，然后还有遮阳防空伞、斯普拉炸弹，然后还有这个桶装旋转桶跟斯普拉炸弹，三个的通过关的报酬都是一样的。大家想要看哪一个呢？当然是伞啊！好，我一定伞。毕竟你说你不想拿伞。好哦，冷静的，他说数量很多。哎，那个是小酱油瓶吗？看一下，干嘛？要干嘛？一旦接近就会冲过来。来啊，你来啊！哎呦，真的好快！好 ，OK， 好，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来 ，Hello， 嗨，青鱼，嗨，青鱼。我把它弹下去，好可爱！欸，我刚没有看到名字，你念起来，我以为是青鱼耶。青鱼啊，好可爱！你有刚有看到它被我弹飞吗？有啊，它都会飞出去啊。对，来，怎么爆那么快？欸，我哇，欸，我的速度变好慢哦，变白痴了。对，你现在是白痴啊。对啊，欸，你是故意要骂我的吧？这一代有没有那个同一把武器过关可以得到他的资质？应该是还，我猜猜应该是有，就是你就可以去买，应该可以去买什么？我在猜，就是二代的话，你英雄武器你可以买吗？不能买吧？可以，你不行吧？你用英雄武器可以，你破完之后你可以去商店买。哎，他不是直接送你哦？不是，二代的话是你可以去买。Nice， 赞。哦，这代真的假的啊？哎，欸，可以拿到寿司，但是黄色的那一只，我记得哇，我以为，我以为它是，我以为它是直接送的，欸，感觉好大哦。二代是直接送的，二代直接送的。二代的黄色的就是第一，不是说错，三代这一代的是直接送。哦，竟然是要买的，我不知道哎，欸。这代是直接送，但是二代是要买的。对，我说二代是买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毕竟我没有。对，耶，yeah, ，二代好像是只有 DLC 的那一把是送的吧？哦，银色那个吗？不是，就是阿宝拿的。对，就是那银色的，没错哦。黑白吧？差不多了，有银色的成分在里面啦。OK， 还是啊，我怎么没有用鱿鱼滚行？那你今天才用鱿鱼？可不可以用鱿鱼滚行挡上来啊？啊，来不及了，它就爆炸了。啊，可以耶！赞！哦，大仓库，鱿鱼滚行，来试试看。哎，不行，来不及，它先爆了。哎，都不给人家试，小气鬼。好，哎，结果这里就没有小鲑鱼可以用了。对啊，因为你本来你换了武器不一样就干。哦，原来如此。哦，读取比较久。嗯，他读取比较久。他说保持戒备并抵达终点，然后武器有特务配件，就是特务伞跟这个短爆。短爆好了啦，好，一点不一样，还算是有点良心啦。哎，小晚读以后我们就开始喽，保持戒备并抵达终点，所以是保持戒备，所以可以杀人吧 ？Nice， 直击最爽了 ，Nice。要保持什么戒备？哎呦，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恐怖游戏呢。哎，你们被吓一跳了。原来如此，突然出来吓死的。叮咚！接下来的路上，直击，来一个直击一个。好的，鱿鱼滚行，鱿鱼滚行，冲击发射，打谁？打他吗？啊啊啊啊！哎
啊？哇，你跟我就完全做一样的事情。终极发生？哎呀，搞屁呀、啊！自动门要先讲啊！没有，刚刚也是不愧是，不愧是，不愧是同一间公司的。哎、欸，这个那个章鱼的 DLC 有这个关卡、欸，我有印象哎、欸，类似的。哎、欸，好家在你叫用蹦蹦，用蹦蹦比较好打。对，其实用蹦蹦在这一关，我觉得。哎呀，自动门要先提醒一下哦，我做精华、啊，大家要小心，这里是自动门感应式的哟。我刚刚也是在那边拿着那个大炮射了一阵子，然后就说，嗯，怎么都没有啊？对啊，怎么都没有开门？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玩太多游戏，我们就是深信，就是会去怀疑。应该不可能这么简单吧？应该还要干嘛吧？怎么可能？没错，对对，怎么可能？嗨阿达博士，嗨嗨阿达博士。兰陵王说：“是不是要涂满墙？”我跟你讲，真的会被骗。我刚刚就一定会，一定会。哎、欸，你看，这个章鱼兵哦，他的这个武器很可爱哦，他呢只能往地上射，所以你站在上面，他是射不到你。来啊，射我、啊！哎呀，他就会很困惑，他很困惑。对啊，你躲在墙后面，你躲在墙面墙、啊、后面，他会找不到人。哦，哎、欸，哎、欸，你看他就说，好可爱。Hi Oreo，Nice， 嗨嗨 Oreo。我都不知道谁，我都嗨嗨 Potato 哇，我都不知道哪一关是哪一关啊！嗨 Shadow 是 Shadow， 嗨 Shadow， 是的，是 Shadow Knight， Shadow， 哎，有敌人呢，前进时请小心点吧，那就不要叫我来过这一关不就好了？竟然躲在门后面，这真的是很过分。好，咚。安塔说：“荧幕太大的话就会3D 晕，多么奢侈的烦恼。”说的蛮好的、真的，这小荧幕就不会。没有，不是，荧幕大还有另外一个相对的可能性来讲，就是你离荧幕太近了。对，不一定荧幕，你可能比如17寸，然后你离荧幕距离，比如说什么十几二十公分，那当然也有可能会晕的。嗨，主宰。哦，这个不能帮忙。嗨。哎，等一下。还有青点说，菜单里面有茶壶的页面可以看关卡顺序，不过因为没有剧情，其实顺序没差。了解，反正就是过关嘛，反正你就都是过关这样。哦，哎，Shadow 问说，今天有进化到哪个阶段吗？应该到10。今天有进化到哪？哦，计划到哪个阶段？我想今天有进化到哪个阶段？哇塞，我竟然可以进化啊！今天到十点，然后明天应该是中午12点再继续英雄模式哟。然后看一下，主宰说隐藏关卡卡好久，好打了好久。哎，很多人在隐藏关卡都打得很痛苦。隐藏关卡、哦、你说过完以后还有一个隐藏关卡，应该是因为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熊的那个耳朵 啊熊耳朵哦，那个是隐藏关卡，对，那个是隐藏关卡哦，赞，所以那个真的听说真的很有兴趣，对，但是真的我要拿钥匙，嘿，真的很想要哎、欸，因为那个真的很可爱，很想要，超可爱的。哦，全破要先全破，然后才会有隐藏关卡。当然啦，不然怎么叫隐藏关卡？兰陵王说他的隐藏关卡破不了，哇，听起来真的好可怕。没问题，交给我，没有什么我破不了的关。对啊，只要有时间。干嘛？刚刚你啊？没有啊，我哪有这样？喂，小地沟，哎，
瑞塔竟然不聚哦。等等等，我记得射得到的地方，你不要这样子叫人家做事情。没有，我想说你可以就可以啊。哦，赞啦，就是这个就是我要的。等等，我要去那个二楼，然后刚刚那个二楼，对。这个包，这个不是萨尔达那个吗？哇，这个面线怎么这么直啊？就是那个啊，这是他也毕竟是从应该是从牙师傅的工厂，应该是偷出来的。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Nice， 赞。啊，他们的墨真的好看哎、欸，就是很美的颜色。对呀、啊，很奇花的颜色哎、欸。汪汪，阿丽丝说他还在跳。阿丽丝，没关系，这都是七蛋大作战的鹈鹕，哎、这都是斯普拉顿三的鹈鹕哎，好好感受一下吧。这个我刚刚下去了吗？哎，好像下去了，应该在这里了。犯了一模一样的错哎、欸！好吧，就是没发现什么叫犯一样的错。我是提早发现，提早治疗了，好不好？而且我也没卡、啊，我早就知道了。哦，都知道了。嗯哼，哎，有破掉哎、欸，有破吗？哎，没有破，靠，我以为有破掉，真的深信多疑。Nice， 打开门。邂逅真正的高品质，哎，请大家多多帮我补充一些肉汁，碍于勇气，对，肉水好像有一点爆炸坡桶，这个不是大笔云桶吗？这就是云桶，来来来，云桶，我还没看它细节，细节是真的不错，而且我觉得我这一代真的有可能每什么武器都会用、欸，因为我觉得每个武器都好好玩、喔、除了。伞也很好玩啦，伞也很好玩啦，好的。他这个怎么在这个上面跳的那个速度好慢哦？我觉得没有很快，就是你不能跳很远，我觉得很可怕、啊。鱿鱼滚星，嗯，不错不错。笑屁笑。哎、欸，你觉得我有没有可能啊？不行，我刚把脚打上去，然后我粘在下面，然后我想说这样好像不行，这样我就上不去了。哎，所以我要干嘛？好干嘛？好干嘛？好吧。就等一下，等一下，这一关的任务是什么？有墨汁涂满一个角落。没事没事，狗面狗面。哦，超过20%，即将部署立足区啊！我这一区的立足点嘞，来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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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啊！好、啊，斩了斩了！嗨嗨嗨 ，Claire！ 他说你今天是磕了什么这么嗨？我也觉得，我觉得他现在是有点老人病啊，就是老人屁嘞，没有啊，大家没有发现，其实我本来就很嗨嘛，我本来就很嗨啊，我就是一个嗨咖，怎么样？不喜欢是不是？不喜欢也得喜欢。我要让新朋友了解一下本台的傲娇程度到底有多高啊？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是吧？怎么会奇怪呢？这个是正常发挥，每一个直播主都要找寻自己的特色啊，对不对？我跟你说，你好强啊，很强啊，不错吧？还不错吧？是不是？你看，一天一周，星期一到星期天，这中间可能还会遇到很多。生活上繁琐的事情，不管是家人、情人、友情、亲情，在这个人生苦短的情况下，能够好好开开心心的看别人很康，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啊，这样说也是啊，是不是？是不是？也对啊，可以啦，可以，对不对？我们加量不加价哦。
不过就是灵高归灵高，你们就把我变成老人了，我不服。阿云也有说过灵高归灵高啊。累说累说，希望你的那个狙击关就狙击关就会慢点，是希望肉肉的狙击关慢一点吗？慢一点什么意思？刚刚不是那个不就是狙击关吗？还有别的狙击关是不是？一定会有别的狙击关啊，怎么可能就只有一个？哦，了解。等一下，还没涂完啦，辛苦了，事情不能这样做的啦！你们这些偶像做事都做一半。对啊，要涂到很完整。对啊，涂到体无完肤要涂到我们可以这样溜上去啊！可以挖他鼻孔吗？在鼻孔啊，撞到鼻孔了啊！等一下，应该可以，应该可以。等一下。哦，希望线路速度慢一点。你看。这样子我就变成他鼻子上的痣你有看到吗？不是鼻子吹泡泡，是我想要试试看因为这个鱿鱼滚型、鱿鱼登顶是没有高度的限制，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轻轻按一下，它就会用很慢很慢的速度流到最上面。有限制，我要改了。没有啊，应该是没有限制，应该是因为上面那里比较高，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就是我们游也游上去。哦，这里，好。等一下，好，有，真的没有高度限制很赞再一次，我轻轻，但是你在真格，你要打到哪里去啊？你要游到哪里去？你知道有很多那种所谓的那个，有东西穿到了，你知道有很多东西的验证啊，完全没有实际用途。就是只是一个验证它就是一个验证，没有什么用啊。对，它就是一个验证我想要干嘛？哦，看到了，赞哦！所以它有一些小东西就在这，你还跟我说没有，明明就有，这算是吗？算是对啦，不是收集啊，是鲑鱼哦。你的意思是收集品不在这，收集品不会在这里出现。好。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模式的关卡的那个标题都很像我会写出来的东西你是不是有兼差在那个我不能说身为鱿鱼研究员我说出来了，利用触手喷射抵达终点吧。为什么我不能用油的不行，还真的不行。无敌的触手喷射，来看一下，这种机会不太多，长得真的不是很好看我也这么觉得。那我可以回去吗？可以耶！哇！等一下，所以，他什么都可以粘，这件事情会让我真的很惊讶。对，但是也没有到，好像有一些地方好像还是不行。不行了！来，验证，反正砸扣嘛，砸扣而已嘛，是不是？这里不行。真的大部分的东西都可以捏，而且它的范围是不是很长？我看啊，笑什么笑？笑皮笑。没有，浩罗说我要成为海贼王。为什么是这个啊？神说自如的。可以，赞。我要成为鱿鱼王不行我现在是章鱼，应该是章鱼王才对。哇塞！而且我现在才发现，它其实是带有一个大水球的功能对啊，所以其实它其实算是也很好徒弟真的可是因为它有秒数限制啦。对啦，它毕竟是跟那个背包很像，不过就是在英雄模式，尽情的使用吧。哇，这个很赞我觉得有一种快感。那它不知道靠近你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伤害？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说它本身有没有伤害吗？对，这个我应该是靠、就是你说过程中，好，我知道，我懂你意思。就是好，我看一下，假设你站在这个墙面，然后你这样过来，我站在墙面，怎么是？我站在墙面，站在什么墙面？你说这个过程之中嘛，对不对？不是过程之中，是我站在这面墙的前面，然后因为你不是贴近之后会爆。会啊，你刚没看到我这样吗？这样啊，就这样啊，有伤害啊。对，但是我说一般我们的花枝，这个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有，这是怪，
所以你说因为怪会有，所以花枝应该没有吗？这个感觉应该要验证一下。不知道花枝有没有，所以我就想要验证。哇，我觉得有可能也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其实蛮可怕的，它就会变成移动的炸弹呢、啊。对啊，那就是根本就是要逃哎、欸。Nice。有发现？发现什么？上面有我有发现啊。我有啊，我不喜欢，哎、欸，不能粘啦。可以啊，哎、欸，可以，我不喜欢绕背。哦。嘣，疗愈。对啊，感觉如果有的话、哦，这一定很赞，这一定很赞，这个一定要这样。这样真的一定，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那哦，赞 ，strike， 很可怕哎、欸。就是、对，我觉得如果有的话，真的蛮可怕的。因为他已经本身已经很麻烦。那或许没有也是有可能的，毕竟他可能是为了英雄模式的体验，其实也是蛮有可能啊。在这里真的可以学习到使用触手这件事，而且我原本以为黏着会就会掉下来，如果不按的话，结果没想到不用哎、欸，就是你可以冷静的看完你要去哪里，就像 Spider-Man 一样。我以为他要必须要那个，真的哎、欸，没想到竟然不用哎。欸哎，为什么？太远了吧？对对对，所以我现在要用很土炮的方式前进。好，这样应该可以了吧？好，好太近了，好太近了，太近了。我觉得我现在看起来比较像蟾蜍。你可以直接游上去，为什么你游上去没有啦？不行。不是 啊，人家就是要给你用触手练习触手喷射啊，你当然是要好好的练习啊。Kenji 吗 ？Kenji，Kenji 你好。他说笑死，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这个是算是就是真的好好的练习，你知道游戏组设计游戏是很辛苦的，你不要罔顾他们原本给你的用意，就是好的，反正也没什么机会可以用这么久的。好好笑，对啊，我有看到鱿鱼登顶，脑袋吸讲的那个影片，就是他飞到外围，在那个输红道的地方，从外围、那个我有看到，那个我有看到，那个真的是那个真的太厉害了，那个我真的只能说就是有这么多奇人啊，奇人异事啊，就是大佬才会这样想啊，没错，大佬想的跟你都不一样。当然啦，我们玩的游戏版就不一样啊，他们玩的版本价格比较高，你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他们是有氪金啊。他们有氪啊，一定要氪啊！他们肯定是氪了什么，不然怎么会知道那里有路可以走？总就是说，怕高的玩这个真的都会退网。我记得，可是这个很有趣，真假的？因为因为有我要那种真的很真的可能会腿软，但这个因为就是比较 fancy 卡通一点吗？所以就会没有感受到它啊，真的好高，好可怕，这样。可是其实好像每个人不一样齁，像我就会、哦、你会觉得有点高哦，真的假的？嗯，像荣月啊，刚刚那个荣月还有阿丽丝，好像他们也是觉得很高。嗯，哇哇，等一下，哎、欸，我在这里是不会回复血的，对吧？中了就中了啊，会耶，好，因为我很想试试看，如果我冲过去他后面的那一个的过程之中，他会不会死掉？他会不会？他对对对，他会不会有伤害？你懂我意思吗？他玩的时候也腿软，你看每个人其实都一样、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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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距离不够长。嗯啊，我知道，我先过去那边好了。你说大佬在出，哦，我刚才以为是大佬出生的时候就可好，原来是大佬在游戏。游戏出来的时候，我找我找我找。对啊，出席看游戏，验证一下这个时刻。对啊，这是会痒痒的、欸。好，来要测试看看这个触手喷射到底会不会有伤害哦。哎、欸，这样好。哎、欸。有，好像有哦，好像有哦。但是对花枝不知道有没有啦，对，这个我们可以再验证一下。他不会怎么样？刚刚大家说什么了吗？不会到全死，他好像就
人家有伤就有差，就你可能进到他弹道结果死掉啊，对不对？就这样子。与重要搭档心灵相通的舒适空间，与小瑞塔一起抵达终点。啊，我看是很难啊。瑞塔，你是？龙月说装饰品有点太大了，柜子太小。嗯，好像十五等是不是柜子会在？对，听说十五等会升级成大柜子，我现在十三等。啊，大灯笼好可爱哦！哇，好可爱，好可爱！哇，哎啊！你知道惯性取消之后的跳跃速度会变快吗？会变圆，所以应该可以跳过去。Nice 啊！哎，我觉得好像可以，试看试看。我觉得好像可以跳上去，好像可以。来，啊！好，不行。OK。欸，其实有可能，你知道你一直撸啊，你知道一直撸，有的时候你会把墨撸出去，你有看到吗？你有没有看到？哦，我知道啊，我知道墨会，它会慢慢的就是会好。好，然后嘞，你想要表达什么？我想要表达的是，可以，哇有哇，纸扎的啊，靠北，有死亡之柱哦。哦，不要付钱。哎，等一下，我这样是不是又要出去再进来？对，而且你应该要再花更多钱。二十块是应该是有点像是给你接关的。哎，没有没有，还好。我完全忘记有死亡次数这件事情了。我在想说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说你他可能觉得很便宜，所以就没有想这么。是没错，但是你应该也要提示一下，这跟暴雷没有关系。你是不是就是故意的？我觉得，哎，等一下。回来！我没有想到你为什么要。你又没有想到，那你到底想到什么？什么都没在想，这样不行。我坚持。我还蛮坚持，你看不出来，其实我是一个很坚持的人吗？我就是事情要做，就是会做好的那一种啊。我就是那个三角形很阴险，我一定会我一定会把它揪出来。所以你知道我的人是你在做效果，不是，我是良善，大家不能欺负良善善良的，啊，靠，大家不能欺负善良的柔包公主啊，公主的心是很善良的，这没有什么所谓的。哎，继续啊，继续啊，我又没叫你停。上面会不会有东西？我觉得上面可能会有东西。一个压榨老公的家伙。哎呦哎呦，怎么能说压榨啊？赞啦，赚到就是爽。当然啊，怎么会说压榨呢？这就是互相。对啊，因为你没有就你没有给钱就不做事。我有给啊，你又说我没有给，我该给的都给了，好不好？看一下这个是怎样。嗯，看一下，逛一下啊啊啊！所以这里玩完应该就会有那个鸟居的那个装饰了呗，可爱的鸟居装饰。欸，我都不晓得嘞，因为这一关我好像还没有啊。哎，欸，那这样你不是会被爆？所以我现在正在滑手机啊。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你就是滑手机看聊天室这样，你会不会很痛苦？不会啊，还好吧。当然啊，你敢痛苦。龙月说你是冠公主，所以冠公主。当然，公主有不冠的吗？试问。等一下。哎，欸，他这个要怎么弄？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哎，欸，啊！咚。对。然后，好。这样，咚咚。好，我知道。哎，欸，哎，欸，哦，哇，哎，欸，所以可以这样哦？不行吧？好，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可以，那就是这样。来，蹦蹦蹦蹦蹦蹦蹦，哇，好疗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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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的是奶酥哎，欸。龟钥匙跟龟卵从天而降，耶，nice！ 哎，这样到时候，如果你有这个打这个英雄模式，如果我的时间是允许的话，我就可以帮你
就是雇你，我就可以当你的语音聊天室欸。欸，可以欸。如果对啊，因为你那个时候也，你上面虽然也是有小字写说希望大各位看台大德，就是等你有需要再帮助。哎靠，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直接把爆雷的部分讲出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各位大德，你们就不用讲了，他的雷就由我来爆。但其实我觉得应该还好，因为我觉得还好啦，还好啦，我觉得还好，就是比较偏向靠技术。我觉得他大部分的其实都哎、欸，都有一点不能说就是操作居多啦。但当然还是有人会希望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比如说故事体验啦，或者是什么样之类的啦。啊、哦，有可能。对对对对，就是会希望。啊啊，对对，这里就可以游了。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真的是我在想什么哎、欸？奶叔，呜呼，奶叔，来来来，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收集的？好，哦哦，赞哇 ，Sprite 你蛮厉害的哎。当然我很厉害啊！哎、欸，这个真的哎。欸哎、欸，他这个真的不错、啊。我出去的时候都直接丢小鲑鱼最快了，动不动就要鲑鱼。哦，哎呦，啊，对对对 ，DLC 有这个，他好像是意思是说，就是推荐的就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没有推荐的就是报酬会比较好，但是会比较难。但是现在目前这两个都一样，那我们就用4K 啊，那就用4K 啊，为什么要进消毒？哦，好赞呢！一击摧毁所有标靶啊！早知道就用禁区啊，亏大了！哈哈哈哈哈哈！噔噔噔噔噔噔噔 ！Nice nice！ 啊，我很喜欢他这种小关卡，哈，嗨嗨微微，好的哦，白色的墨三重烈鱼弓，这不是瑞阿塔的装备吗？啊，这不就是我最爱的吗？没错没错，猎鱼功底，利用猎鱼功底打终点。你刚刚是放了一个冰图吗？没想到你竟然这么的敏锐，连我放冰壶都被你看到了呢。嗨 ，Zoe。嗨 ，Zoe。哦，今天的头发好赞，真的很。大家都很喜欢呢，大家喜欢我每次都会换不一样的头发，因应我的直播内容。所以我明天应该可以换一个章鱼冰的吧？终于不要阿桃会生气。可以啦，啊，没关系啦，我跟你讲，阿桃哪次不生气？哦，人面犬这个不行呢，这个哦不行不行，我要休息一下。哦，这个伤有点重。你是伤？你是在喷那个夏威仙吗？夏威夷啊，而且这个看起来很像是那个哎、欸，这看起来白色，有点蓝冷色系的白色，看起来有点像是可尔必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那个薄荷牙膏。优格啊，薄荷牙膏吗？竟然薄荷口味的牙膏啊，就是都是这样绿绿白白的。哇，树是黑的哎、欸，帅哦。哦，他是教你怎么用弓。对对对，没错。所以其实真的，如果是第一次，他好可爱哦，他就会把你的墨那个吃掉。所以真的，我觉得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真的先来玩英雄模式，真的非常建议英雄模式，因为他真的会教你就是这些东西的用法，这真的其实是很重要。这应该说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新手教学。对对对对对。对啊，阿宝你说是复合的感觉。我跟你讲，阿宝最近就想唱反调啊。没有啊，他没有唱反调啊，他不是。他现在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我跟你讲，我一定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的，我一定弄死他，下一次一定弄死他。得了便宜啊！他现在买到他那个铁罩，是铁罩墨镜吗？对，铁蛋啊，铁蛋眼罩了，铁罩墨镜。我想到你在说什么？他等一下一定会生气。那你在攻山？铁罩墨镜。
公的徒弟好像就是要，对，往上往上，对，往上这样，徒弟效应超好。好，等他下来丢，爆，下来丢，爆，下来丢，爆，这样要爆到民国几年？到底我就不能走到后面去打他吗？可以啊，还真的不行，还真的是不行。不行吗？不行不行，好像只能跟你拥抱的。有。有没有？好像只能这样而已。哦。看准时间差爆炸，耶、，nice，nice， 笑什么？阿宝说：“你确定你是想说墨镜吗？不要违心。墨镜啊，就是你那个照吗？是直播多久了？然后把那时间标下来，这样我就可以回去找那个啊，存活60秒啊！哎，这个是不是那个冰块是谁啊？那个跳圈圈那个、啊？”十块钱便宜的、啊。你的关卡真的都跟我的顺序不太一样、啊、真的假的？每个人的不一样吗？对啊。欸、我看一下哦、喔。哇，阿里只说他卡这关，然后小维觉得 ，Oh my god， 这他觉得这关有点难。真的假的？太好太好太好！该是我该是我展现我的实力的时候。阿里只说他卡了一个小时。有，我记得中间好像有东西。这个就是跳跳绳啊，跳跳绳还要拔。浩楼也说他卡超久的、欸。卡超久 ，OK 啊，就跳啊，就这样跳啊。公主什么不会，就会跳跳绳了。哇，这关这看起来真的好烦哦。嗯，我觉得他会那个交织，让你觉得啊，我要死掉，我要死掉，我要死掉了，我要死掉了，哇！在他呢？一定小人啊！哇，可以！可以！哇，要吃到了！哇，吃到了！靠，屁啦！明明就应该吃，屁啦！我刚刚那个位置明明就已经很接近了，好不好？屁啦！哎呀，还好，可以啊！刚刚那个。作秀，刚刚想要剪精华的地方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我以为是阿里只考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哎、欸，你不要这样子讲人家好不好？我很爱误会阿里。你真的很爱误会，我就是喜欢你爱误会，不然我们台哪有那么多精华可以剪，是不是？哦，哎、欸，我跟你讲，二代 DLC 的那个躲那个章鱼射击啊，我那个从我没有过哎、欸。哇靠！受伤，哦，真的假的？所以我后来就直接付钱，我就不过了。付钱过关，人用钱解决的事情，24小时。对啊，为什么？好。哎，我先、啊，我傻，哎，可以，没有难啊。画面停留在这边，然后看你怎么过。好、哦，可以，其实没有啦。车他也过很久。嗯，我一定可以过很快。我只是想说，就是能吃就吃啦，是不是？能吃就是福啊，是不是？其实我刚刚已经完全看破他的那个，就是他那个招式状。哎、欸，不是看破了，他对，我跟你讲啊，你知道什么叫做难吗？就是他大概可以被打三次嘛，对不对？你被打两次，然后来踩这个，我跟你讲，那个才就是难上加难，对不对？无伤嘛，零伤啊，这才叫零伤啊。带伤过关啊，有没有？哦，嗯哼，啊哈，啊哈。爱丽丝，我没有，我这关还没过，所以我就想说，哎、欸，肉肉他的靠他的玩的顺序跟我不太一样、欸，还是我第一关还是很多没过、啊，然后我就过到第二关去了。我觉得有可能。哇！等一下啊！我的手，哎、欸，我刚刚以为已经剩三秒了，还好，没事，可以了，我刚刚已经。浩楼说，看来今天直播到这里。不会，怎么可能？我只是想要把所有的罐头吃掉而已啊。宝宝说，你现在真是个跳绳高手。当然，有什么绳我不会跳？5.1声道我都在跳了，拜托。蛋塔还敢说？蛋塔说什么？蛋塔说去角质。去角质。哎呦，罐头赶快出来啦！你就小坦就想吃罐头啦。
我就想吃罐头，我要吃罐罐。OK OK OK， 吃罐罐，哎，哥哥，好好好，哎哎，劈了，完毕了，没有跳。哎，我觉得我手把有问题。你不要牵拖好吗？我觉得手把怪怪，因为我这手把真的用很久，真的好久。我最近都觉得我的 B 好像都快跳不起来，真的太奇怪了。手把有问题，手把有问题。嘿，不是不是不是，我现在用的是 Pro 手把，就是用精英，因为最近打中短的武器 ，Pro 手把比较轻，打起来的感觉比较好。我觉得这个的攻略在于你要在那个波的后面一点跳会比较好，会比较好判断。就是对啊，就它你要在波大的地方，最远的地方去做。但有人就小坦啊！哇哇哇！好好好。我是觉得他不会过啦。只要他在消摊的话，他就不会过。哇！可恶，可恶，可以。哎、欸，等一下。哎、欸、啊！哎，他只要很想消摊呢，真的很想消摊呢、欸欸。不给我消摊、啊。浩罗说：“一分钟前的肉肉，这很简单吧？”这真的很简单啊！只要不要死，就会赢啦。不是，因为你知道，你也知道我的认真模式，我不能讲话、啊，那不行。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聊天，啊、不能不讲话。开直播怎么可以不讲话？嗨，兰陵王，嗨嗨，又开，真的就差一点点。当然当然，我跟你讲，这样子才精彩。而且我跟你，而且我跟你讲，嘿嘿，你讲，他太看，他太了解你了，所以他、就是、谁太了解我？真的真的，他都一直死不给我罐头，不赶快给我出来！我已经在准备要吃罐头了，罐头又不出来。没有没有，他在最后一秒的时候给你罐头在，然后你就会想去吃，然后你就靠！对他只有在最后一秒才给我罐头，我真的要气死！嗨嗨，茶茶，嗨嗨，茶茶，嗨嗨，志峰，嗨嗨，志峰。我快笑死！我快笑死！我快气死！罐头出来的很慢呢，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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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沉着，呵，可以哦，可以哦，奶酥。奶酥，哎，哎，哎，好，酥酥酥酥，奶酥奶酥 ，nice 啊！你看是不是？你在最后在夜晚，在夜景环绕下回响的住宅协奏曲。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欢迎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或是加入肉铺会员，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如果觉得废话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